傍晚时分，我们两个来把这边这个园子理一理，要种地了。春耕田园花已浓，竹间下松。我家这闲工具孙娜去年用完了就坏了，就放到那儿一直没有弄。哎，这个新邻居来了，可家帮我们修好了。啊，今天修好了，大锤就用上了，要不然我家这边这园子这个地呀、可能都种不上了，没有时间来打理它了。昨天晚上的时候，大春俩把这个地扬的肥。今天一大早上4点钟，大春就起来把这后园子全部用那个犁杖翻出来了，看看多好。我们两个真的是现，就是那句话，现上轿，现扎耳朵眼儿。早晨把地犁完了，现在就开始种。哎呀，不种不赶趟了，这个已经那个什么了，就是那个天气预报，明天有雨。明天有雨，今天种完了，这个一湿乎地就长出来了，就非常快。现在种地多少也有点窍门了哈，是吧？看看多好，有机器啊，确实是快。那个一个多小时，一个半小时，大叔就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园子全部都捋出来了。这要是要是用手的话，大叔说至少得用10天的时间。大概他要是干了哈，当然他不可能说一天一天在这块就是刨这个地。今年我和大成来了，在这个园子种上粘苞米、绿豆、红小豆，是这三样吧，春儿哈。溜达阿姨，溜达一圈啊！我俩想种那个粘苞米。你种完了啊？这好，你看啊，赶趟哈。说今天种了，明天不就有雨吗？不正好吗？啊，我看着有雨。今年呢，也是由于装修的缘故吧，其实就是给自己找理由，觉得今年我和大春俩好狼狈呀，就是好多事情做的都是忙忙活活的。地呢，今年好像种的也不是特别太好了，我相信明年应该就好一点吧。就打过好像今年，我感觉今年咱俩有点好像太忙碌了，有点太累了，种的还是不够精心。累是累，但今年是有计划的。但是我感觉不够惊喜，不像去年似的哈。去年等太早也不行，今年这个时候种是正好。今年这时候种正好啊，啥时候种啥时候咱俩就正好，对吧哈？咱俩早点种就早点收拾正好，晚点种就晚点收拾正好。哎，顶着中午的大太阳，往里头拨籽儿。就是不干是不知道哈，干上了就知道了哈。一干才知道，这体验一下吧。啊。说你不抓紧时间做的话，明天下雨了。地里下不来了。对。完了，再说呢，你现在下雨呢，你现在种下去正好湿润了，它就发芽的发的快，还好，是吧？嗯，对，完了他有时间赶着的东西，注意着你，就是说这个时间还是注意着你前进的，所以我和大春俩呢也是人懒点笨点，所以种点这个菜呀，还是种点啥呀，谁都舍不得呀，给呀，就觉着太付出太多了，完了
充分的体验到，就是说别人给咱点什么东西，真是也是非常珍惜的哈。以前的话就觉得，哎呀，这玩意都无所谓，自己家种的，其实不是那回事儿啊。啊，以前就觉得好像，哎呀，就自己家种的也不是很值钱，好像就有那种感觉，把这个礼物呢，不那么珍惜珍贵了。现在真的。现在就是说吧，我种这苞米，多钱我都不卖。就是现在，包括邻居，就是也是要给我点东西，我都觉得真的。非常的觉得那个真的礼物就是非常贵重了，以前就是在城市的时候这种感觉真的太少了，一个坑一个坑我得刨。咱这个不上化肥的上农家肥就得这么那个，这里面先燃上了一遍那个牛粪，每个坑里再加上点那个黄豆，加一遍黄豆，加一遍草木灰，对，再那再撒上籽儿，如果要是种300棵，那就是多少遍？如果要是种500棵，那就是多少遍？然后还得给他们埋上。哇，天哪！一想脑袋都大呀，真的，我也知道了，人真干不了了。说归说，唠归唠，我现在不能拍视频了，我得赶紧跟大春把这个种下去了，先那个上黄豆那个肥，黄豆肥在那儿呢，那两个桶把这黄豆肥上下去，然后再把草木灰一个坑一个坑埋上，最后再把种子埋下去盖好，这就算完事儿。哎呀，歇会儿，种两行了。就像俗话说的，庄稼收不收呢，年年都得种。去年呢，这个地和大春俩收的就不是特别太好，反正也够我俩吃的了吧，但就吃多吃少的问题了哈。对，所以今年要精种一点，今年就好好种。去年就长不上就完事儿。去年肥割的不够，棒长得比较小，所以今年就是肥，卯足了劲儿上肥，完了那个就让它棒结的大一点好一点嘛。真是那句话，就是收不收都得种，这个地要闲着就觉得哎浪费了哈。那我吃点粘苞米多好。嗯，自己种的就是比买的好吃。哎呀，好吃多了，那美味呀、啊！我来到这儿，真的吃的什么都是人间的美味，苞米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，甜滋滋的，就苞米棒子都想给它啃了，就那种感觉，吃到最后。那个这好吃哈、啊，确实不是一个味儿、啊。哎呀，太不一个味儿了。大春现在上草木灰呢，我已经把黄豆那个已经上完了，黄豆埋坑里头了。那黄豆，草木灰在阳上。完了，这中间还得堆一次。啊，中间还得再堆一次黄豆肥。